又欠我什么？我从来不会逼朋友做他不想做的事，我有自己的原则，我不想一辈子让你踩在脚下。三年呢，你争取过机会吗？你没有啊！ 看你自己像什么？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